声音最适合了，好，你注意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最近感冒的时候最好唱。对，好了，景星几岁生日？女人的名字，不对，还是男生？男生，女生，女生的名字。女生的年纪不能泄露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说你是十八岁哈。啊，男生啊。男生。啊，那个就帮我赶快。我明明看他穿连身的衣服啊，这块很贵啊。男生，好，男生几岁生日？好，啊，21啊。好，来，最后一次。老师，其实舞台上有两个人是生日吗？对，7月份就在这几天生日。来，一起吧。好，这么一位是我们的静云大师。静云大师，对，很受大吗？对，我们的吉他手哦，对，还有静云哈，那个我们也一起为静云大师，还有小蒋，还有小蒋，对，我们都是在这个月。好，最后一次，一比一比一次哦，最后一句哦，就。